马下令。哎呦！来，不想要六，你给我上六。这个是那个今天来两个啊，这个是那个啥，忘记了。叫我尝尝吧，这个叫我吃一口。这个给我吃，老板。嗯。老板，老板，你给我吃了，我给你卖力喊喊一喊，行不行？谢谢老板。来，老铁们，姐妹们，给我老板往屁股上点一点，在这感谢你们啊。杨彤，我老今天晚上中睫毛，老板多少钱呀？198三次，贵贵贵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今年挣钱不容易。看不出来中睫毛，中的啥睫毛？哎呀，有啥用中的睫毛？你问他们贵不贵？他们不用说，肯定贵，你知道吧？哇，姐妹们，老铁，给我老板往屏幕点一点，点一点，点一点。老板呀，你这给我吃吧，这镜头给我尝尝吧，中不？我最喜欢吃羊舌头，你这个牙，你看，很亮啊，漆合，从来没刷过牙。哇，羊舌头。嗯呐，老板喝点水，不喝，给老板伺候好，好让好把老板送走，不喝，挡我水，挡我吃饭。老板吃的真香啊，好吃不？老板好吃。那你这回能给我分点肉吃吃不？哇，好，哇，好烫，烧锅粉的吧，老板，我也可馋了，装。喝水不？不喝。哎呀，这羊肉好少啊！哎呦，少给我分点吧，老板。哟，哎呀，哎呦。耳朵，老板，你给我尝尝点吧。给我拽一点，拽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了，少喝点。姐妹们，给我老板往屏幕点一点啊，把小红心点一点，在这感谢你们。哎呀，没时间吃。嗯，哎，烧嘴。嗯。来上料呗。
蹲在上呗，蹲在树上去。给我要红心，姐妹们，要红心呗。啊，老铁们动了你们发财的手，给我闺女加个关注，点个小红心啊。你看你看我几个料，你给我别多狠。我的妈，你坐，你坐。下雨了啊。看多实在，给我记着。辣椒，先放一边，先是这个，来个鸡蛋。哎呀，妈呀！我父亲真舍得给我挤，我看你们说我父亲不像58岁的人哈。他就是58岁。他是几年前是突然之间一夜白发的，那我母亲植物人。火鸡面，馋死了！你们知道这个是啥不？哎呀！喜欢吃火鸡面的，我来关注，谢谢你们啊！哎呦，老想掉！你们老说我话多，我话不多。不说话，你们我怕你们说我是哑巴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赶紧擦擦吧。好吃了。